谷歌街景又开发了新一波的街景图了，而这次是轮到我国的沙巴州地区，其中就包括了23座岛屿和自然保护区的景色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谷歌街景一步一脚印攀登东南亚最高峰，拍摄了沙巴国家公园神山，马上带你浏览这个壮丽的自然景观。